when you combine these drugs together, you've had a much better control of the nausea and vomiting response. 为咗可以打败癌症，唔少病人都会选择进行化疗，但系随之而嚟嘅就系严重嘅副作用。以前咧就嗰个呕嘅程度可能80%到90%以上嘅，咁同一时间咧，病人咧个免疫能力啊，佢嘅其他副作用嗰个接受能力都会差咗嘅。咁因而喺咁多种唔同嘅副作用之下咧，咁个病人咧就唔想继续打针啦。 由于化疗药物会引起肠胃上皮细胞受损，而身体有一套保护机制，呕吐就系其中一种反应。现时市面上有唔同嘅止呕药，不过对于病人呕吐嘅控制率只系得4-5成。钟大教授陆津贤同佢嘅团队喺2012年开始研发一种新嘅止呕药物。 只要同傳統嘅止嘔藥物一次過服用，就可以令止嘔嘅控制率提高至90%。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ompounds, and this enables us to singly dose or singly dose use the drugs together, and that would be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patient and result in a better control. 教資會除咗撥款支持大學研究，亦都鼓勵將大學研究成果喺社會唔同範疇應用。 早前完成嘅研究评审工作有唔少成功例子，中大呢个针对癌症化疗副作用嘅药物项目系其中之一。